迎接圣诞佳节的来到，福兴乡里幼儿园特别在23号举办欢庆圣诞的活动。乡长郑元典嘛特别甲小朋友做伙来同乐，并且准备了小礼物送予每一位小朋友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。小朋友天真高智的表演，看起来唔那趣味，嘛为整个活动带动了热闹的气氛。庆祝圣诞节，福兴乡里幼儿园特别举办圣诞歌曲带动唱的趣味活动。乡长郑元典嘛特别来甲大家同乐，并且准备了小礼物，送予每一位小朋友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。今天我们福兴乡托办理圣诞节的一个活动，很快的哈，一年马上就到了。我们的小朋友都很期待圣诞节的礼物，所以今天所有的小朋友大家都打扮得非常的漂亮，他的妈妈都把很用心的帮他们来打扮，打扮得大家都非常的可爱。我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也祝福我们的小朋友圣诞节快乐，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代表回复主席陈义昌表示，公所办理这个圣诞节活动非常的好，让小朋友体验不同的趣味。我们公所办这个活动，圣诞节是新的，这几年开始才有的。我觉得这个活动要持续下去，我们代表会很支持这个活动，因为小孩子在过程生长过程中，他的童年的回忆，会觉得他圣诞节过得很快乐。我要谢谢我们福兴乡公所，也谢谢我们蒋元登乡长，我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小朋友的照顾，对我们幼儿园，对我们的福兴幼儿园的经营实在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棒。然后像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活动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办理这个圣诞节的活动。圣诞节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美妙的一个节日啦，然后充满了童年的想象，所以这个活动希望可以一直来举办，一直来办理。小朋友唱歌跳舞相当热烈，透过这个活动，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圣诞节的喜悦，并且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复兴彩虹报道。